不要剪啊，看你想剪什么，不用那么拘谨啊。等一下，我应该，这是我应该对你讲的话吗？你还是拘谨一点吧。嗯，安安安。奇怪，为什么通知的标题没有改？做事啊 ，OBS。不能睡觉了，今天晚上不让你睡觉哦。这要怎么念啊？秋秋 Lisa 安安，右叶肯定撑不住啦，右叶会睡着，然后 要用黑丝叫他起床。你们很贪心呢，要求很多呢。苏丁穷穷穷穷，我是舅舅吧，舅舅舅。生日快乐，萌萌哒！啦啦蹦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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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嗡嗡生日快乐，你嗡嗡生日快乐！我乱唱的，我完全没有看歌词，各种走音。嗯，你的水会燃烧吗？没有啊，没有点火啊，没有点火就不会燃烧了吧？可是这个是161的耶。哎呦，右下是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右下什么东西？不要听那种东西！那个转场的声音到底哪来的啊？我都不知道我有发过这种声音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再一次学不出来了。最疯的肯定是161啊！吃个螃蟹也可以把螃蟹里面的肉射出去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，自己拆蟹脚，拿拆拆肉射出来，喷到他自己脸上。请问你各位初见是哪里来的啊？我还是不要回答好了，我不想听到这个答案。我看一下昨天的留言吗？可能没有欸，我看一下。360个赞，哦不，直接加一顿给我闭嘴！哎呀，我的水怎么烧起来了？你们看到的都是幻觉、魔法。我操，水烧起来了！なら水でどうだ。都在养嘎，我都爱看你们。啊，艺术，突然想不起自己的职业。那个艺什么？161吗 ？WC， 我一直觉得你很像要去厕所哎、欸。嗯，没有黑丝，不要造谣，没有黑丝，你连九个月都还没到。没有，九个月了也没有。不可以，你去跟那个加里顿要21个月可以换什么？换加里顿的黑丝。毛毛，给我闭嘴！点名字也太难念了吧。好，你们都是八嘎，以后我的粉丝名就叫八嘎了。粉丝形象是长了脚的九桃。欸，图奇是不能看男女比，不然我也很好奇，我超好奇的，到底有没有女生啊？50%的鄙视还要多是怎样？直升机的话要投哪个？好像可以投50%。女生真的很少哎、欸，50%怎么这么多？这样问肯定是不准的啊，就多少当参考吧，就有趣嘛。重点是50%竟然有30%，竟然有30%。我是不是该来个兄弟贴图啊？我问一下161那个兄弟贴图哪里伪的？应该不会太贵吧？谢谢恶心心，谢谢兔兔，谢谢光头。What the fuck？ 不是光头，对不起。
茄子阿光。怎么叫错人家名字啊？不是，我一直在想一位，绰号叫阿光的 VT， 然后他也是光头。你们知道我在说谁吗？我真的不小心叫错啦。我每次看到茄子阿光这个名字，我就会想到那个 VT。难道余细光也是光头吗？对对对，光头男 V 他也叫阿光，云细光也叫阿光，感觉好像可以真的考虑转型了耶。把女儿蛋雕画998，都做998。好，女儿蛋雕